你好，特区政府访问老挝，希望能够拓展经贸往来。我听过有人批评老挝好穷，不值得特首访问。我认为做生意各适其适，当然找到个有钱的大客，做多些高档客，利钱会较多。但是如果大客不肯跟你做生意，封了条路，你都要找些客路，即使是较低端的客都要尝试一下。情况好像今天的自由行，十几年前的豪客不在，你选择不给他来，定是有粥食粥，有饭食饭。今天他们穷，难保有一天他们能够富起来，带给香港的经济贡献。